在这个，那简单，你如果说呢，你要回家要复习的话，其实你只要找到问题零一的表单设计，里面呢都有我们上个礼拜的这个程式码。好，那程式码你把它怎么弹出视窗哈，这边有弹出视窗，就会上个礼拜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包含就是从内建函数一直到我们的 sub， 就是我们的这个副程式哈，然后再到我们的 function， 再到我们第二种 function， 有两种了哈，有还有包含性别的，然后呢再包含就是说怎么做表单，再来就是说呢哈，表单之后呢怎么样加那个清单。那个更正一下，应该加清单在这里，加性别男女哈、哦，在这边。那另外就是说，怎么计算这个 B1 哈、哦，指的就是那个按钮。当他按下确定的时候呢，第一个计算出标准体重，第二个把这五个资料写到那个我们 Excel 里面，有没有？啊，实际上就有点类似像资料库的这个效果出来。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写入的时候，要写到最下面一笔哈。哦，还有就是怎么样把这五笔资料写到那个我们指定的储存格，基本上呢都在这里。那当然哈，你可以用其他的范例也可以再落啊，其实基本上都差不多。就你要先知道说你的 R 就是写到哪一列嘛，那也就最下面一列再加一列加一嘛哈，啊再把 M 啊那个 my A 指的是第一个储存第一个文字方块，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一个萝卜一个坑嘛，分别把它放过去。好啊，另外就可以把它清除，清除的话就空字串。另外还有防止资料输入错误，包含就是没有输入资料跟输入非数字资料的时候该怎么做。那当然这些东西哈、哦，如果你不是就是说没有学过程式设计没关系啦，你也不用死背。我建议你也许哈、哦，至少你要知道这做什么用途，将来至少会懂得复制贴上修改，应该总至少会吧。那再进阶哈，最好就怎么样？复制贴上之后哈，以后呢，尽可能自己试着打打看啊。当然这个是阶段性的，也许你第一阶段过了，第二阶段也可以的话，那恭喜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哦，其实这些东西就跟讲话一样，讲久了你就会很流畅。但是你不讲哈，你不打，那你可能就会遇到很多哈可能问题了哈。还有如何保护密码，比如说你这个 VBA 里面怎么加一个密码，这个也都讲到。那还有 SQL 语法、哦啊、在这个地方要跟资料库沟通、哦、就是透过这个 SQL Access 里面怎么加 SQL， 这个也是上个礼拜的那个画面嘛，有没有？你就是直接把它关闭之后输入那个 update、哦跟这一样 insert into。 那这个语法、哦、无论你是用 Access 或者是用其他的资料库，这些东西都固定的，不会改变，包含就是输新增一笔资料，查询一定是 select 啊，那更新或修改资料就 update， 删除就 delete， 反正哈，基本上这四个也就绰绰有余了哈，因为你要去存取资料库，不外乎就是四个方法了哈。好，那其他的话当然哈，我们就是再新增一笔，这上个礼拜最后讲的，然后最后全部新增，有没有？应该还有印象了哈。啊，只是说你要去实做，如果说你资料都可以全部过去，那恭喜你。那因为上个礼拜时间关系没有讲到网方了，不过网方部分的话可能还是牵涉到设定的部分啦。不过简单讲起来，就是我的习惯是在你的右下角会有一个什么网路这个来嘛，存取嘛，那这个是连网路的那个设定，我的习惯是直接按右键，按右键这边有一个开启网路和共用嘛齁，那基本上就是可以直接进到这边之后的话，再到那个什么呢，变更进阶共用设定，那把这个拉杆拉到最下面、哦、那一般会开关闭那个密码保护共用。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网方、哦、它那个 Windows XP 以前是没有密码，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是 Win7 以后的版本，你要先把这个密码关掉，否则、哦、人家没有办法看到你分享的那个资料夹。好，所以第一个当然你要把这个密码先关掉，按储存。第二个的话呢，那你就是怎么样，再去新增一个资料夹。好，然后呢，我想应该各位都会分享吧，比如说你要分享某个资料夹，按右键，那这边有个右键内容，好了，我习惯右键内容，这边有个共用嘛，那你就把它怎么样，共用出来。共用的对象的话呢，我建议是用什么，用那个 everyone， 就是所有的人。或者是有的时候啊 ，AVI 不行的话，你用 guest 也可以。guest 是
完全不用权限的哈。不过一般习惯 everyone 应该就够了，然后把它新增。啊，记得哦 ，everyone 哈、哦，这个权限呢，记得除了读取之外哦，要把它改成写入。为什么？因为呢，将来如果你分享在网方，而是一个资料库哈、哦，你 insert into 表示怎样？你是写入的动作。所以如果说你没有开那个写入的权限的话，那这样子以后哦，人家无法写入。他 insert into 发现，哎，奇怪，程式就跳掉了，表示他没有那个什么写入的权限。所以大概这个地方设定完，好、哦，然后把它共用之后，它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你的网址啦，哈、哦，或者是说你可以直接再把这个这边打开啦，其实这边有一个网址啦，其实你也可以用这个，这个网址告诉对方，然后呢，他可以找到这个目录，你再把资料库放在这个底下，哎，就可以达到那个资料库共用的目的啦。不过这个是指的是网络上的方领的这个部分哈。哦啊、当然这个可能要再实作一下，那我有把这个比较重要的画面截图、哦、放在这边、哦、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这边有没有关闭那个密码共用，然后这边要写入的权限，然后要把我们的问题一的资料库放进来、哦啊、这边会多出一个路径，这个路径就是将来给其他人存取路径、哦、那这样的话其他人也可以抓到了，但是这个难度、哦、还是有点高，之前我们有上课的时候有稍微试了一下，在这边没有问题、哦、然后路径的部分的话呢，就是 data source 本来是同一个目录，叫 list workbook 点 paste， 再把这个路径、哦、修改一下，改成什么呢？改成你产生的这个路径，那改完之后、哦、哎，写入没有问题，那恭喜你、哦、那这样的话以后你放个资料库、哦、给别人使用就没有问题了、哦、OK、嗯、那这个 B5、哦新增到网方、哦啊、这个是我们最后做完的，将来也许你直接改一下什么，改这个 PC736 啦，也许、我的目录是 我的那个电脑名称是 PC736， 但你们可能不是、哦、你可以改一下，那还有就是说写入的时候也许时间会比较久，那当然如果比较久、哦、有的时候使用者不知道说哎，奇怪，到底你新增，比如说我们一新增可能有几百几千甚至几万笔的时候，那个时候会怎么样呢？一写入，然后他这个电脑就一直转，那使用者不知道说到底你写入的情况如何的时候，那他可能就不知道说到底情况就是到底是不是有没有写入成功了。所以呢，你如果增加一个类似像这个什么，这个叫 Plex Bar， 就是说呢你就是让他知道进度到哪里的话，那这样感觉哈、哦会更怎么样？更 friendly， 你会很清楚让使用者知道进度到哪里。好、哦，那这个地方的话，哈，也许这个可能我们之后哈、哦、讲其他的地方也可以啦。比如说，在从网络上下载资料也会等待。其实只要有需要等待的时候，你就可以让使用者哈、哦、先跳出一个什么进度，让他知道说，进行到哪里啊、哦？这个我们后面再来看好了。OK， 好，那这边啊，如果有兴趣同学，我这边有画面示意图啊，也可以。稍微试一下、哦、啊，这边程式也都有 ，OK， 好，那这个是上个礼拜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了哈、哦。那如果有时间的话，这个还是要去实作试试看，哦，试试看，啊、哦、，OK， 那今天的话呢哈、哦，我们要接着继续来看，就是说有关哈、哦，因为后面当然还有我们的几个部分呢，因为我们大概今天是第三周，后面还有蛮多东西的，那所以哈、哦。问题二其实跟问题也蛮像的，也是表单跟资料库里面一样会有我们的什么呢？画面跟范例档，范例档你找问题零二、哦、然后这边也有个程式嘛、啊、也有那个表单的画面，还有就是说相关的画面，你也可以从这边去看一下。不过这个可能要给各位当练习题了，因为一样的类型的题目、哦、我想我们就不重复讲了、哦、所以这一题的话。留给各位做练习，那再来的话也许资料拆解可能没有那么重要性，可能没有那么高，不过也许我们今天先来看那个工作表的合并好了、哦、那什么叫工作表合并、哦、其实顾名思义啦，也就是说、哦、你今天呢有我们开启那个范例档直接来看会比较清楚，就是说呢，如果你今天问题04好了、哦、这个04这个问题04这一题、哦、里面其实很单纯、啊、比如说你今天有
1月、2月、3月，那就是第一季嘛，对不对？把它编辑。那如果你今天希望怎么样，把1月、2月、3月的资料呢，很快的自动帮我把它放到这个第一季里面的话，那以往啊，你可能要怎么样呢？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法啦，可能常常现在同学还是会一直问说有没有什么函数，有没有什么函数可以完成这件事？那我可能可以回答你说没有，哦啊没有，还是没有啦，哦为什么？因为函数很多事情是办不到的，所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想，你有什么方法哈，可以让我快一点？啊，如果你没有办法快一点，你知道什么？ Ctrl-Shift 向右向下， Ctrl-C， Ctrl-Shift 向右就是选取向右， Ctrl-Shift 向下就是向下嘛哈， Ctrl-C 复制。那你也许怎么样？过来之后把它贴上。那贴上一个之后的话呢，也许再来二月，对不对？可是你要贴二月之前哦，恐怕你要把这个范围移到最下 ，Ctrl 向下，因为你不能在二月要贴二月的时候怎么样？你如果再复制贴过来，它会盖掉的。所以怎么办 ？Ctrl 向下，哦，贴上之后的话呢，把这个 Ctrl 向下，它会移到哪里呢？移到一月的最下面。那你必须怎么样？再向下，这个是二月要贴的嘛，对不对哈？那再切到二月，然后再一样，哎 ，A2，Ctrl-Shift 向右向下 ，Ctrl-C， 然后再移到第一季 ，Ctrl-V 贴上，然后一样哦，三月对不对 ？Ctrl 向下，然后呢，哎，再向下一列，再移到三月，要做什么？一样再移到 A2，Ctrl-Shift 向右向下 ，Ctrl-C， 对不对？然后再移过来。要把它 Ctrl-V， 哎，那你会想说，其实当然你要把那个 VBA 实做出来，方法很多种。第一种哈，如果你可能程式语言还不太会写的话，那个有些书里会教什么，请你用句集。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那个我们的其他命令哈，这个可能要把那个这个哈开发人员叫出来。里面有个录制句集，那可能有一些地方哈、哦、你不会写，但是有一些地方啊你可能会写，那可以怎么样？你先把你不会写的那个部分录下来，再拿来修改，哦 ，OK， 这个概念应该可以那个啦哈、哦。啊，这个录制句集其实也是 Excel VBA 里面的很大的特色，为什么？因为其他的开发语言，其他语言哈、哦、都没有说哎可以，就是你做一遍，然后它录下来告诉你怎么，它自动帮你产生程式的，没有，那它可以，好、哦，那只是说哈、哦，它录下来的东西哈、哦、有一些缺点，什么呢？会录下哈、哦，的语这个程式哈、哦，哇一堆啊，其实不需要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哈、哦，变成说你录制的时候哦，你也要很清楚。可能进去之后可以把不要的部分删掉，另外我是蛮建议就是录完之后可以再加上注解，然后呢你在录之前你不要乱录啊，你最好是把步骤写出来再开始录。为什么？因为呢你录的过程你有一些多余的动作，它也会把你那个多余的动作呢也给录进去了，那会变成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啊，所以实际上它不需要这么多那你就变成说你应该什么先彩排过了，然后再开始录，最好是把步骤一二三四写下来，再开始机械式的去做啊，千万注意啊，不要有太多的不要太多，完全不要有多余的动作，不然他就帮你那个动作就帮你录进去了啊。然后呢，再来就是说呢，像我们刚刚有是哪些地方会重复，比如说哈、哦、那个切过来这边。然后我们用选取 ，Ctrl-Shift 向右向下 ，Ctrl-C 对不对？一样都到第一季，这个都固定的，一二三季它都一样，对不对？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呢，我们需要怎么样？跑一个回圈，因为一二三季嘛，所以我需要什么？先抓一季，把刚刚的动作跑完，放到第一季，再跑第二季啊，不不，第二月、第三月啊，全部都到一月了，好、哦。OK， 那这个大概一个发想哈、哦，第一种方法，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讲说如何利用录制句集来修改成你要的 VBA。那
当然你会想说，那老师我不要录制句子啊，我自己从头写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可是呢，程式哈会比较复杂啦，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会两种方法都讲。那你习惯哪一种，反正你就哪一种嘛。啊，解决方法最重，解决问题啊最重要。另外的话，如果说你觉得这一题做完哦，觉得太小 case 了，而且你还可以去到那个我们的云端上面哈，找到有一题那个也是一样云端白板。那有同学后来就因为这一题的关系，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在其他补充范例里面的进阶，其他补充范例里面进阶，我觉得这一题啊，各位如果等一下做完也可以试试看，就是，就是多也是多个那个哦，就是在104年捐款明细这一题。这一题哈，它你可以把它下载打开来看，那就是同学延伸的问题。那他的这个需求差不多啦，就是说哈，他可能有一些什么皆有服务中心啊，有人有捐款，可是捐的款项怎么样呢？他会分成，当然是有1到12月。那如果我今天需要按个按钮，他就帮我把1到12月自动帮我把它汇整到总表里面的话，那这样子我就很方便了嘛，对不对？不然以前呢，你必须要一个一个慢慢去复制，哦，那所以这是同学的问题，我发现不错了啊。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延伸性的再来讲这一题。那也许如果你1到3月 OK 了，然后也可以 run， 啊，自动就帮你合并过来的话，啊，你也可以想想看。但是这一题好像复杂度会比较高一些些，为什么？因为呢，哈，它这个地方会有一个问题，有一笔的，那一笔的话会怎么样呢？就是如果你游标放这边，你Ctrl向下，你就没办法，你不知道说到底它有几笔。一笔的话，会因为Ctrl向下会跑到最下面，一笔这个会了哈。啊，可是两笔还好，游标放这边Ctrl向下啊，两笔我知道了，因为它停在这个位置嘛哈。它从第三笔开始，所以这边有两笔，哈。那也就是说，你可能要判断什么？它里面是不是只有一笔，或者是假设完全 没有资料的话，你可能要判断一下，哦，OK， 这个是延伸题。那请各位，哦，先把那个这一题先打开来，那稍微了解一下题目的逻辑啦，哦，那主要啦，反正以后呢你的工作里面呢会有需要大量的工作表把它合并成为一个总表，你就可以用今天的范例把它完成，哦，那只是说，哦，要怎么样做比较简单啦，哦，当然我刚刚讲了，你可以用录制句式修改完成，也可以全部都用 VBA 来完成，哦，啊，这个怎么做呢？等一下再来看，哦。